是魔术师哦。好，这次玩光学镜面的皮肤，介绍一下我方阵容：医生、昆龙学的杂技员、小女孩、魔术师、看难员、医生啦队员。两位医生，我们先来破译这一台。先不开宝箱了吧？宝箱感觉好像被人开走了。那这一句话应该就是没有了。地下室的话，应该也被人开走了。好，这个皮肤呢，有一点年代久远，但是刚开始开放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它那个镜面呢出现了一些那种彩虹纹，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有的，但是虽然说感觉跟现在的设计感比起来有一点差别了，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啦。但是真的要好看的话，肯定就是不是按照原本的这种模组去设计，比方说广金流浪那种就是另外建一个新的模，然后造型完全不是魔术师的造型，那样的话就对有一个纸的转变，是不是？但是通常都是纸皮，我觉得还是联动的好像比较像一点，对，联动好像比较像一点，因为毕竟联动是完全建模新的一个造型，全新的外观，是不是跟原来的这种概念是完全不同的？但是这样的话呢，好像已经有一点背离了原本的设计，但是啊，都说是联动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是比较喜欢联动的感觉啦。好 ，OK， 有人追过来了，是谁？红蝶吗？红蝶来了，红蝶加上小提琴家，看到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就不躲了。好，我要走咯。哎呦，中了！哎呦，中了，中了！哎呦，中了！被打到了！我刚没按到吗？我怎么这么得意？感觉好像……好，还是被打到了一下，但是他也没追过来，那就……背痛，然后治愈。我们买一下多夫林。好，看一下。如果……这个外表，然后写说未成年不能饮酒，应该很好笑吧？怎么看都像是成年啊！有人就是有的人就是会老起来放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很老成，但实际上年龄不到，所以这种外表呢也是有好处的，就是去超商买烟酒的时候呢是不会被拦下来的，看身份证的，是不是？那算好处吗？不行啊，要遵守法规啊！我们还是一样，就是建议不要喝酒，好不好？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特别是不要骑机车的时候抽烟，真的是非常讨人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骑机车抽烟呢是一个非常没有人品的一个行为，强制别人吸你的二手烟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破译掉了，还有四个破译机没破译，我们回去那台破译机破译吧。好，医生看探员读，这是苦命鸳鸯吗？苦命鸳鸯两个人一起搏命当中。好，一起倒地。看探员跟医生同时被抓。好，昆虫学者，小女孩。考一下我的记忆力。那个欧律狄克是小女孩，然后黑女巫还是黑巫师？黑女巫吧，黑女巫是我们的昆虫学者。哎呦，远距离干扰。好，这样还中哎！天哪，这准度可以哦。干嘛干嘛？结果是不针对我是不是？因为我是魔术师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继续来破译这台，把它破译掉。破译最后三台，飞掉的勘探员，医生倒数第二次吗？没有，第一次而已。好，丢掉，又倒了。昆虫学者第二下，难保不会有第三下，各种学者加油啊！赶快用你跟你的虫子一起走吧！啊！才刚讲完而已。好，买一下加速剂。我们现在，加紧时间来破译啦。我觉得可能不太行啊。医生这边有人要救我，来协同一下救援。不要好了，感觉好像，好救得掉，救不掉。对，救不掉。如果没给道具的话，可能医生有点难哦，因为医生就没有什么逃跑的手段呢、啊。是不是又被抓回来了？或者是挨两下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拉队本身就挨两下了，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一点。那附近有板区的话呢，还好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区域就是没板区。好，昆虫学者来了，但是回访了小提琴家来回访，我来拯救他。拯救，好，救掉了。无穷洞没打到，有板区，但是帮助不大。
太照镜了，想直接上云霄飞车，我觉得有点太照镜了，应该是先去板区绕一下，好吧，再一次 ，again， 打得好，再骗一次，再骗一次，无穷动吗？好，闪过缝隙，啊，唉，原来这个云霄飞车是要让我走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这就是一直不愿意说出口的 B 计划吗？是吗？不行啊，我在救人。啊，这怎么救嘞？医生现在倒数，我现在有哀悼吗？我现在没有哀悼，但是好吧，有人过去了，看一下，买个枪好了。哎，破机就剩一台嘞，要赶快把它破译掉吧。可是飞掉三个嘞，输面很大，完了完了，来不及。没关系，来得及。其实，哦，可以。再能挨到，我也不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完了，无穷动吗？好，没有无穷动到他就好了。无穷动到我了。哎，这么个针筒，哎，一半的话，有点小尴尬。医生被抓了啦！哎，谁啊？哦，是红蝶在追别人。好，赶快赶快来买个东西。多夫林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无法治愈啊！哎，这个治愈也没什么意义。先多夫林喝回来一次，医生要肥了。好，目前是平局。小女孩正在倒数，我多夫林在回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尴尬了，红蝶是要回房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！好，闪一下，闪第二下，魔术棒，帅气的我，救掉。心很累，一直在救人。啊，又倒了。哎，可以解掉。突然间心又没这么累了，但是已经飞了四个人了，再怎么玩都是平局了。啊，平局有可能吗？我觉得很难，因为毕竟。大门才刚开而已，你看小女孩被抓了。好了，被抓了就被抓了，能说什么呢？就这样子吧。我们的针筒看能不能把自己回回来，有办法吗？看一看，物尽其用，资源回收。但强烈建议不要共用针筒，真的是很危险，好不好？很容易导致艾滋病之类的。你如果不确认你的队友真的是健康的状态的话呢，不要共用针头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女孩目前第二次放在哪里也不关我的事了啦，我现在要赶快走了。好，是第三次。哦，剩下最后三个人相依为命，甚至连相依为命都没有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啦。好，这个大门看有没有办法让我打开，有个 B 计划在这里，是不是？现在云霄飞车的代号就是叫 B 计划。哎，有一个玩偶在那边，可以哦，加油！这样我就能离 B 计划更近了。万一有什么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是不是？好，拉队员，他说进度50%，五十几%，89%。开了，但是也没意义了，因为已经输了，是不是？欸，拉队员也在这里耶，好吧，这个玩偶是刚刚拉队员的吧？过去拯救的话呢，两个都守在这里，然后我一个玩偶要去救，这是何等的天方夜谭啊，何等的可笑啊！所以呢，其实就是做做样子而已啦。没有去救啦，好，来，再见人说快走，我也想，我想也是啊，赶快走了，不要这边拖时间了。我想你也想玩下一场吧，对吧？你是这样想的吧？好吧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没有人来，我把这个道具用一用，嘿，好，走了，拜拜。耶，输了。